最近好吗？事情都处理完了吗？最近好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也是小镇长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小学、小操场，然后小小的这种很有情怀的地方长大，所以再加上暖暖是大概十一年有了吧，这首歌我忘了，13年前啊、哦，真的是时光匆匆。我是中途，那就是我还想到那时候周导拍的时候准备了几个那个学生啊，小学生一起在那个车站，然后我们一起唱一些那个画面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所以今天来到这个礼堂，想到我小学一年级就在礼堂上面唱歌的样子，然后很感动，希望今天能够带给他们难忘的这一刻。然后没想到有这个缘分，我希望我就是依然就是怀抱着一个纯真跟赤子之心，然后回到小孩子的那种单纯，我依然相信就是这么的美好啊，世界如此美好，然后
关怀小孩，然后我自己也有小孩，然后爱他们，然后自己也有更多好的歌可以让这些小朋友在音乐课上面传唱。最近好吗？事情都处理完了吗？最近好，谢谢大家。我有一句话刚才写在我的 IG， 我就写说暖暖小学加暖暖进入合体了。哇，打从心底暖暖的。对对，合体了。